自2016年12月浙江省推出最多跑一次改革以来，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覆盖老百姓办事的方方面面。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医疗卫生服务领域，随着生物识别和移动支付技术的日臻成熟，马伟航副主任鼓励大家共同努力，让刷脸识别患者身份、零支付环节的门诊早日到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为了提升人民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和幸福感，浙大医院凭借互联网技术，在实现让信息多跑路、让患者少排队方面，已经有了不少成功探索。卓有成效的事件，离不开高瞻远瞩的理念。浙江大学郁建兴教授以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宏大的研究视野，立足政策与学术的角度，分别从浙江实践、中国影响、世界意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多跑一次改革作为撬动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杠杆的深刻内涵。杭州市卫生信息中心主任陈玉庆介绍了自2012年起，针对百姓反映强烈的挂号难、看病犯问题，以让患者少跑一次、少跑一段为目标，建设智慧医疗，优化医疗流程，助力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四行。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